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Home Sense 的树叶生活。今天我们来到达曼欧游居呢，就是来这一间新海景美食中心。里面呢有着一档素食档口，然后现在让我们过去一下。OK， 这里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商业区。就是这一个新海景美食中心里面，哇，其实它蛮多档口的在这里，你看，车水龙马的一个地方。好，过去看一看，看到了，就是这一间享善素食，在这里了。这个档口呢是除了初一十五呢，然后整天都营业的，平时只是中午有个休息，它两点到五点。哦，这个它营业时间蛮长哦，九点到十点半，然后停一下，两点到五点，就是它的餐牌都在这里了。有着泰式豆腐、罗家新加的，就是臭豆饭。这个是新加的，还有炒饭，然后呀，看到它这个里面的餐牌，鱼头米粉啊，罗汉斋饭啊，还有一些扬州炒饭、橄榄炒饭、新汤、咸菜豆腐汤、奶油鲍鱼菇饭，还有手撕爆菜饭、港式叉烧饭，还有什么柠檬素鸡扒饭。这边的就有的就是那个它的炒面类，看到有一个 N6 的，这一个是一个招牌炒米粉，我们就叫招牌炒米粉。然后这里如果不吃蛋要先说明，就这里了。这里呢，它其实是两间店面打通，所以最少超过15个档口，就在这里满满的。然后那素食档口就非常明显的就庆生那里的。放了一些糖啊，一些奶啊。哇，这里闻到的是那个咖喱叶的味道，非常香。那个是炸好了的那个鲍鱼菇。打个欠。哇，好香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就是它的那个奶油鲍鱼菇饭。好的。他们在炒着我们的炒饭了。我们这个叫做辣味炒饭。这个是我们叫的干炒河粉。干炒河粉，哇，它有配上一个橘子。是闻到很香啊，很香的那个过期的味道。是稍微辣的一个炒河粉，然后它味道呢是很怎么说呢，偏向过期比较重的那一个啊，
它不是炒得很干的那一种，稍微有点自制的那一种感觉的一个干炒河粉。这碟呢就是刚才所炒的那一个辣味炒饭，所以它有一个素的那个辣味哦。整体来说呢，它这里呢是偏向重口味的一个素食炒饭。是那种过香跟快炒啊，炒出来的那个味道，会浓浓的那一个酱汁的味道，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辣味炒饭。这是他们这里的一个招牌的，就是一个招牌的一个炒米粉。它这个特别呢是有加上黄姜哦，有一种黄姜的那种炒米粉。也是稍微有点辣的一个炒米粉啊，但还是一样，整体的都是那个过气香跟它翻炒的那个味道啊，比较属于重口味偏辣的一个这里的招牌炒米粉。所以如果来到大马乌油居呢，这个我们就会叫到这种不同 variety 的那个素食了。就是这里一个小档口，而且他们煮的呢都是以那个大火然后过气，而且是属于重口味的那个素食哦。来到乌油居不妨来这里呢，不妨一试这里的一个素食。就在此谢谢大家，感恩大家跟祝福大家。